小朋友，你们好呀！喵，喵，喵！小朋友，快猜一猜，小嘟嘟在哪里呢？在当当的后面。啊！当当当，小嘟嘟，小朋友们都找到你了，快出来吧！嘿，小朋友，被你找到了！当当当当，今天我们画什么呀？当当当，想知道今天画什么吗？唱完当当歌，你们就知道啦！啊，要唱当当歌啦！嘿，你。就是你，哈哈，快点和小嘟嘟一起来唱当当歌吧，记住要使劲的敲哦，准备好开始啦。勺子，当当当，答对了，就是勺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见过勺子吗？啊，勺子，小嘟嘟见过勺子。勺子有一个长长的把，小嘟嘟还会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饭。用过长长的勺子吃饭，我也有。
当当当，你们太棒了！现在当当要开始涂颜色了，我们快开始唱当当歌吧。啊，又要唱当当歌了，小朋友快点来和小嘟嘟一起使劲的敲吧。开始啦！当当当，涂好了。啊、哦，黄色的勺子太漂亮了，小嘟嘟好喜欢。小朋友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勺子呢？快给你的勺子涂上颜色吧。哦，是勺子，是勺子。小美在给勺子涂颜色呢。哇，好漂亮的小贴贴哦！九斤小朋友，你用小贴贴给勺子穿上新衣服喽。王子要用彩纱给勺子穿上漂亮的衣服啦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嘿嘿，我喜欢，啊，好喜欢呀！我叫王子，这是用彩纱画的勺子。当当当！你们的勺子都好漂亮，漂亮的小勺子，快快来吧！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旋呀旋呀就旋。小朋友，勺子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嘿嘿，快点和小嘟嘟一起来找勺子吧。好香呀，小嘟嘟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，肚子都饿了。勺子，勺子，啊，小朋友，你看到勺子啦？它在哪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在这里。我们看到你了，快出来吧，小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把勺子叫出来吧。勺子，快出来！勺子，快出来！勺子，快出来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它不是勺子。哦，小嘟嘟好像在哪里见过它。它可以用来吃水果。哦，对对对，它是小叉子。小朋友，我们继续找勺子吧。走喽。勺子，勺子，小朋友，你看到勺子啦？它在哪呀？在蛋糕的后面。哦，在蛋糕的后面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把勺子架出来吧。勺子，快出来！勺子，快出来！勺。
小朋友，快点帮小嘟嘟想一想，勺子都可以用来吃什么呢？吃米饭，吃蛋糕，吃西瓜，还能喝汤呢。啊，勺子可以用来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哦哦，好多好吃的呀。当当当，小嘟嘟，你太棒了！小朋友，你们也很棒哦！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再见！再见！我爱你，爸爸。我爱你，妈妈。红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哪个是红色？这个是红色。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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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色
今天想换一身黄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哪个是黄色？这个是黄色。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黄色。我今天想换一身蓝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蓝色在哪里？这个是蓝色。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蓝色。红色，黄色，蓝色。学这首儿歌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啦！预备，开始！拉呀拉呀拉渔网，拉呀拉呀拉渔网，拉出一条大鱼来，捞出一条大鱼来。爸爸吃鱼头，妈妈吃鱼尾。爸爸吃鱼头，妈妈吃鱼尾。馋的宝贝吧嗒嘴，馋的宝贝吧嗒嘴。啊，太有意思了！好的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。来。Thank you.
心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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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啦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啊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哇，还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呀，让摩尔从里面选一封吧。哇，选谁呢？不，我选谁呢？选谁呢？哦，我选你吧。不不不不不，还是选你吧。我把小树苗摘到春天，你不是你，我把小树地送回夏天，你不光意，我把小鸽子放飞在秋天，你歌声里，我把小仙人堆在冬天，你不光意。哈，小朋友们，你也快来联系我们吧，给鹏鹏写信，写封信，给鹏鹏发呀发邮件，关注微信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，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。爸爸再见，我们不挥手，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鹏鹏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。